明朝景泰年间宦官专权，在京城设立12监、13库、4司、8局和24衙门，权倾朝野。其中以由负责情报监察部门的东厂最为嚣张跋扈。东厂为了对付异己，不惜用重金去各地招募了一批凶悍死士，组成一支冷血黑旗战队，秘密加以严格训练。东厂又设有军器部，专事设计各类新颖杀人利器，更利用死囚做实验。放开我！丧尽天良的狗贼，上去！我不得好死！大太监曹少卿自任东厂督公，上挟天子，下令百官，独揽大权，在朝中极力排除异己，一心建立东厂王朝。曹少卿在东厂私设公堂，稽查朝官民情，凡有敢于对抗者，即刻抓入东厂酷刑致死。世人说起东厂，谈虎色变，腥风血雨，笼罩着大明天下。他是什么人？禀督公，他就是兵部尚书杨宇轩。犯了什么事？杨宇轩4月初8向皇上呈交一封谏书，弹劾东厂，请求圣上关闭东厂，惩办督公。禀督公，杨宇轩的谏书在此。杨大人，呸！你是专门找我的麻烦。我们东厂太监一直对皇上忠心耿耿，你这样谗言诬告，和我作对，你不怕掉脑袋吗？皇冠不可参政，是明太祖遗训。你们私设公堂，滥杀忠良，涂炭生灵，还敢蒙蔽皇上，天理难容！还嘴硬，行刑！
杨宇轩，我看你是越老越糊涂，交出兵权，我就饶你不死。你们这群乱臣阉党，胡作非为，没有皇上的手谕，休想我交出兵权。要圣旨，来人啊，咱们给他写一张。曹少卿，你竟敢冒充圣上！咬舌头自尽了。杨宇轩官居一品，我们得要定他一个罪名处死，对皇上才好交代。屯兵关外，图谋造反，明儿一早拉出去斩首。遵命。奉天承印，皇帝诏曰：犯官兵部尚书杨宇轩屯兵关外，图谋造反，皇上有旨，午时斩首行刑，钦此。曹少卿将杨宇轩满门抄斩，却故意留下杨宇轩一子一女作为活口。同年秋天，将之发配塞外。曹少卿借狩猎为名，秘密调动黑旗战队出京跟踪，企图把杨之亲信一代名将周怀安引出，加以歼灭，以达到斩草除根的目的。连棵树也没有，晒死了。菩萨在上，我邱莫言以此剑发誓，定要将杨公的子女平安救出。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，请上路。好。走。
要出玉门关，必经池城、拙镇、西谷三地。你们兵分三路，我坐镇中央，布下天罗地网。禀督公，三路大军已照命令完成部署。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从这里出玉门关，必经池城、涿县、西谷三地，地势险要。照我看，曹少卿一定会把大军埋伏在这里，而西面是一条干冷的河床。我们就兵行险着，杀他个措手不及。好，就从这儿杀过去。周淮安他还没有出现。周淮安一直是杨宇轩身边的爱将，他之所以能够坐镇80万禁军教头，也是杨宇轩一手推荐。咱们用这两个小的做饵，不怕他不露面。哎，渴死了。给你喝。嗯，好。大叔，能不能给我们一点水喝？去，走开，走开！哎，过来，让开手。好，谢谢。嗯。别急，慢慢喝。姐姐，你喝。我不渴，你喝。有人来！快点放人！官命难违，不放杀了你！慢着，我们是来救人，不是来杀人的。要杀，就杀东厂的走狗。你们把孩子快放了吧，跟我们走，不然东厂也不会放过你们。别跟他们废话！快打开枷锁，听见没有？Oh!
这些只是虾兵蟹将，大鱼还没出现呢。救两个小崽子的人终于出现了。子母剑，这个不是周淮安，周淮安不是这种江湖功夫。弟弟，我们平安了。嗯。周淮安工于心计，调来的人都是些江湖草寇，先把他们放走。我要把他们一网打尽。这是龙门关，已经跟周淮安说好，在龙门客栈会合。我们带着两个孩子，后面又有东厂追兵，我看还是走天龙山顶的小路。就照你说的办。杀早为是大道，易守难攻。常言笑，带一队锦衣卫封住这个出口。遵命。玉门关山势陡峭，不宜大军行走，派两队骑兵守住各个山口。这里是龙门关，龙门关是出关的要道，传令戍兵马上封关。你们沿河床往西查封所有边关路卡。督工高见。去吧。遵命。小呀，金莲儿。
真他妈热！哎呦，千户大人，您这么早啊？怎么来早了？你不高兴啊？哎，不敢不敢。边关了，全靠您镇守了。能伺候您，这是小人的福气。伺候着。哎，好的，小人进去探索去。哎，大人，哎，进屋来了。嗯，好，三两的名字没起诉，一到准三两，滴水不差。哎，过奖过奖。小乐包来了。嗯，掌柜的呢？在楼上啊，他跟客人谈着小买卖。把我这儿当成什么地方来？一抹红，我可是开店不卖身的。你看错人了。我没看错。来，你们男人个个都这么心急，说要就要，要完了就走。别再说了，瞧你急的。我要，我想要。你是想要出关呢，还是想要人呢？我两样都要。没那么便宜，我掂掂你的分量。哼，就是个花镖。送你出关得100两，送你上鬼门关得400两，你要我金镶玉怎么做？嘿，赶在那河南肉包都有选择了。我借你那个地方歇歇会儿啊！我说你个头啊你！哎呀！老子不吃羊肉，吃你！哎呀，是你个爹呀！哎，是我的，我的比你爹的大。是你的。这个是谁啊？见到男人心就痒，老子还没吃上呢。新鲜的你早就吃过了，我什么时候亏待过你啊？长得不错啊。他是通缉犯周怀安，以前是禁军教头。啊，小白脸竟然还是禁军教头，看不出来啊。小白脸中看不中吃，得罪了东厂人，头都保不住啊。东厂？是啊。哎呀，东厂那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别乱说话。哎呀，这一抹红的人头只有500两啊。哎，哎呀，哎，小黑子，叫厨房雕不玉，杀猪留下猪头啊。想猪想羊，就是不想我。哎，敢碰老娘屁股，不怕教坏那帮龟儿子？嗯，裙子上怎么有血？啊，没有啊。这是什么？是撞红了吧？没见过呀，回去问你妈去。我妈早过井了。回去问你妹妹去。去呀。我就想问你，哪的你姓胡？哎呀呀，哎呦，哎呦。几位客官，住店呢？我们要三间上房。好，好，好，先坐下来歇歇脚。都客人来喽，三间上房。上月都不是这个日子，说来就来，下次早点说。客官，不用，我自己来。啊，这边干净，不靠窗户，没那么大风沙。有什么现成的，全端上来。来点酒吧。地方是我的，我
货也是我的。你们要是乱了规矩，以后别在我这销赃卸货。去你的！八方风雨比不上我们龙门山的雨，怎么说？这大晴天的，哪来的风雨啊？哦，看来几位是远道而来的呢。哎，这位客官打哪儿来啊？哦，我们打梧州来。哦，到哪儿去啊？去北边。打算住几天呢？明儿就走。哦，包子。接着。接了。这些人呢，来路不明，不白不黑的，可得多留点神呢。一个是官差，一个中了箭，那个穿黑衣的汉子是他们的头。那是个女的。啊，女的。凡是不正眼看我金镶玉的，肯定不是男人。这不对。什么肉？反正不干净。小妞的，我叫你。有没有金疮药？有你个屁！哎，天黑了，点灯了。掌柜的，包子馅儿什么肉的？十香肉啊。什么叫十香肉？哟，客官走南闯北没听说过吗？梁山伯的孙二娘卖的就是十香肉啊。孙二娘开的是黑店，我开的是龙门客栈。我看你像午夜叉。是吗？小女子金镶玉，哼，可惜啊，玉在匣中叹，金钗土里埋。哎呦，你说的真好，天下间名不符实的事多着呢，虚有其表的人就更多了。有两分姿色。你也有两分姿色吗？哼，可是我看你比你看我要看得通透啊。那你也得让我看你看得通透一点嘛。
姑娘不稀罕，叫几个男人来看，那才热闹呢。呸！你以为我真想与怕男人看呢？哈，老娘玩过的男人啊，比你见过的还多呢。瞧你这样，恐怕连蜡烛都没点过吧？是不是厨？半夜十五，庙门开，各种蜡烛。骚女人，成天想着男人。 龙门客栈在哪儿？我身上就是龙门客栈。哦，你就是老板娘。叫我金镶玉。金碧生辉玉玲珑，好名字。嗯，那我人呢？有空房吗？哎呦，好潇洒呀！做买卖的。我要间房。哎，要住多久啊？怕我不给房间。嗯，是怕你不辞而别吗？ 八方风雨，不如我们龙门山的雨，雪原虎下山。原来都是一个道上的，以后要经常来往。萍水相逢，以后各方面还要你多关照。那得看你的蜡烛亮不亮了。 瞧这样，他心里不像看着你啊。这次我又可以听到你的笛声了。干嘛去吧你！别再吹破阵子了。张叔叔。哎，好孩子，你们受惊了。这位是贺虎。这次承蒙各位江湖兄弟拔刀相助，周惠安感激不尽。哎， 这叫犬齿道勾践，是东厂日夜赶制的杀人兵器，全都是致人于死命的，大家要特别小心。我们什么时候带孩子出关？越快越好。衙役兄弟，这些银子你收下回家去吧。啊，周大人，这个使不得。哎，这家是黑店，龙蛇混杂，收拾好行李，离开这儿再说。 掌柜的，早知道你要来，真不愧料事如神。
佩服。要你奉承。我来问问天气。进来坐吧。好清静的上房。哼，这种荒山野岭的地方有什么上房啊？土房子罢了。客官，喝什么茶？龙珠还是土茯苓？这什么花？好精致啊。萝卜花，难道还是雪莲花啊？冰山才长雪莲花。喝茶。你想什么时候走啊？今天晚上就要走。哼，我怕你走不了。为什么？淡漠的天气你不知道吗？那还得老板你指点一下。现在是黄梅季节，天气说变就变的。就算大晴天的，都会转眼下大雨刮狂风。就算是你出去了，也到不了关口。纵横这30里，只有这家客栈。不管是下雨也好，晴天也好，还不是都在你心里？那要看是谁了。电不留人，雨留人，多住几天吧。风雨多变幻，住店早看天。想不到你还是个有心人。哎。一次生，两次熟，以后还要多关照。那你还要走？带着两个孩子不方便。吃肉票吧。还请掌柜的指条明路。哼，那要看你想走什么路了。走明的呢，边关的千户大人跟我是朋友。哪个都得给我金镶玉三分薄面，说不定会有办法。如果你想走暗的话，让我看看。嗯，看什么呢？金枪刀片最无情了。掌柜的，大家萍水相逢，我不是个知恩不报的人。那你晚上来报吧。今晚我要是走了呢？你走不了的，我等你。三大党都到了，这次麻烦大。我去你的！我的账本全湿了，你们这些个混蛋死人还不关大门！关大门，快点！老板娘，叫你呢！叫魂啊！没看见我忙着呢。哎，有上房吗？没了，满了。麻烦你叫他们搬出去。成不够高，我要不愿意啊，你一百把刀架在我脖子上都不成。拿走，反了你！你敢？我们是做生意的，钱我不在乎，最要紧是要住得舒服。我也是做生意的，钱我也不在乎。你们这一来，把姑奶奶这弄得乱七八糟的，你说怎么办？那你算一算，看看一共损失了多少，我照价3倍赔给你。这上房呢，还有一间。来，风雨这么大，看来走不了了。等雨停。
把行李搬进来。我这儿房少客人多，你们想住几天？天气难测，这金子你看能住多久？这么大的雨赶路辛苦了，客官喝茶。哦，金老板，这几天有没有陌生人来投店？你是来找人的吧？哦，我们行商做买卖的最怕有麻烦，我不过是行船问路而已。喝茶。要是有麻烦的话，我还敢在这龙门关上开店吗？哎呦，对不起啊，老板娘，这茶真特别。茶没什么，喝者有心吧。家公，你说周惠安会走这条路吗？嗯，去摸摸底。这边的，哎，你们四处看看，小心前向啊！哦，年头真那么乱，贼都要防贼，什么世道啊！他在那儿哼哼什么？他是个达子，在哼达子歌。哼，分你妈了个蛋！分你！挖你的双眼，叫你看不见；剥你的皮，叫你没依准；斩你的头，叫你活不到明天。小子比我们东厂人还狠。别管，雨停就走。谁让雷劈了？我们都在这儿。哼，劈得好，劈你妈祖宗十八代。老天有眼。少庆和周彪呢？去找。哎，家公，下雨容易留下脚印。这么大的雨，我们走不了，他们也走不了。对。对，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。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过太平日子？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？急也没用。哼，这要看天形势。我等不了了。小声点儿，一会儿那帮烟狗杀进来，让人家关门打狗啊！贺虎，钱我没有亏待你，江湖要有江湖的规矩。邱姑娘，我们这班兄弟在贺南山一向出入无挡，是在刀口上发财的。这次为了帮你救人，已经耽误了不少买卖，何况在官府面前露了相，他妈的为了做好人，我们连老本都赔上了。好，那我补钱给你。
几位客官，昨晚睡得好吗？废话。几位请那边坐。顺子，招呼客人。伙计，还不上菜？就来。周彪和少庆有下落吗？怪了，连尸首都找不到。黄国人死无尸，这事儿有些蹊跷。顺子，要包子。哎，掌柜的，我们不要包子，来一只烤羊。烤一只羊。你们这儿有烤羊吗？有有。坝上大肥羊，昨儿晚上刚宰的。给我们来两只。哦，要两只，就来就来。哎呦，昨天晚上搞了一宿还不够啊，你俩趁早又来了，别愣着磨刀去。这位仁兄，这位仁兄好相貌，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印堂发亮，面带红光，您要有一部好鸿运啊。程先生贵言，不介意的话想借仁兄掌看一看可以吗？可以。哎呀呀，官运泛红，时运通顶，前两年有一部官运啊，做了小买卖，现在在哪儿发财啊？哪儿的地不平我就去铲铲，谁家的树疯了我就砍两刀。怪不得仁兄这条官运有点散呢。小弟没有当官的福，我看仁兄倒是有做官的相。何以见得？这荒郊野岭的，哪有穿官靴的呢？仁兄，最近京城里边出了件大事儿，您知道还是不知道？出了件什么大事儿？兵部尚书杨宇轩，杨大人叫人给杀了。哦，不但杀了人，还要国草悬尸，满门抄斩。兄台，您知道这事儿是谁干的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真的？哎呦，好热呀！大人，哎呦，不是不是，老爷啊，你帮我看看他命中有没有带桃花？他是掌面带紫纹，两眼带桃花啊。哦，杀杨大人的，就是那帮吃人不吐骨头、长头没长尾巴的混账！喂，爱点蜡烛的，这银子赔给你，拿去买张新桌子。哼，我还怕不够呢，快上菜呀，等什么死人呢？喝完酒来撒泡尿啊，那么一点子暧昧。哈哈哈，这位老弟龙肝虎胆，语出不凡，请问高姓大名？浮萍漂泊本无根，天涯游子君莫问。来，为这个没名没姓的年头干一杯。好，我就陪君喝了这杯无名酒。干，请。烤羊来了。掌柜的，我们哪只呢？哎呦，这羊也得一只一只的烤吗？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吧。你撒死！哎呀，给我劈开只羊，一边一半。怎么这样？怎么这样？哎呀，你管它横竖呢，摊开就行。慢着。不知道他们跟这黑店有什么关联，把他们抓起来吧。我看未必能抓得了，今天晚上去摸一摸。大喜大喜啊！
雨停了，可以走了。慌慌张张的，一定会被他们知道的。现在目标太大，而且外面的情况没摸清楚，我们还带着两个孩子，跑起来没他们快。这里既然是黑店，就一定有密道。今天晚上四处找找。刚才好险呐！要不是我摁得住啊，真打起来，损失可就大了去了。哎，不能喝，有蒙汗药，喝这杯吧。我们今天晚上……今天晚上怎么样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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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都是笨蛋！这间黑店一定有密道，今晚必须查清楚。我们的位置呢是在中间，二楼的房间呢。呵呵，铁柱，你们一个左边，一个右边，挨个查，一个也别落下。注意，贾婷这间房是个死角，只有正面一道门。好，那我去。祥玉，你三更半夜来这儿干什么？你三更半夜跑人家房里干什么？我的事你最好少理。客栈是我的，人在我店里住着，要是出了人命，谁负这个责？你店里出的人命难道还少吗？我告诉你，你的底细我们早就已经知道了，你可别逼我吹灯拔蜡烛。你是什么人？贼有贼路，官有官路，大路朝天，各走半边。现在我要借你这条路走一走。怎么个借法？你见过两个孩子吗？他们是绑票。绑票关我什么事？一千两干不干？要人命呢？我用不着你动手，只要你拖住这伙绑匪一宿，其他的事不许你插手，怎么样？依你啊。真有两下子啊！你答应我
外边这么冷，这么晚了还出去逛沙漠？这店里太热了吗？我怎么不觉得热？迟一步，险一招，不能再等了。杀出去！鹤虎铁柱，我和莫言缠着东厂，你们俩带孩子走，龙门关会合。淮安，你在外面掩护，客栈里面留给我。莫言，你进去吧。秋姑娘，老秦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保护您的安全。谢，谢了。莫言，淮安，孩子交给你了。等等，送给我吧。缠着乱打，他们要走就死跟着他们。知道。看陈信火又快烧起来了，收拾好细软，换码头了。嗯。哎呦，快把门盖上！不做买卖了，那个老祖宗。站住！站住！妈，关点门，求信道。大家小心，别让他们趁乱跑喽。哎呦，谢天谢地啊，老爷您这一到啊，就雨调风顺，这火就快灭了。这么大的风还风调雨顺啊？哎，哪儿着火了啊？哪儿啊？看见这火正烧着呢。什么地方？哎呀，火呀！哪儿啊？哎呀，火呀！你这个死人，你没瞧见呐？叫他们现行。啊！造反啊！你们什么人？怎么带这么多兵器？当然又是做生意的喽。用刀做生意？千户大人，我们是行商的，这兵荒马乱的，带几把刀防身呢？你的相怎么这么熟啊？什么人啊？说你呢。看来用不着咱们了，坐山观虎斗嘛。从什么地方来的？哎，你就是戍边的仙户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敢这样跟老爷我说话？我们京城东厂，这是家庭。别露身份，是我们的家庭。糟了，捉贼不成反面贼。大才去哪儿？出关。哎呀，怎么你不知道这两天军纪有令封关吗？没有你们东厂曹公公的手谕，谁都不能出关啊。我怎么越看你越像通缉犯周厚安呢？实在太像了。哎，我可看着不像啊。那你看这个人头上有颗痣，他可没有。哎，不对啊，我记得好像没有痣啊。哎，对了，就像那边那个人呢，来的时候啊，他头上有颗痣，今天又没有了。哎，我早就怀疑他们，好像就是我们东厂要抓的人。你把他们带回京城去邀功，算你走运，这个没拆，我留给你这个人情，你可以还给我。嗯。当然要还了。你过来，看什么看啊？额头上有记号那个，你，对，就是你。
过来，过来啊！瞧你贼眉鼠眼的样子，狗头蛤蟆似的。做生意，我眼睛可不掺沙子。这军备挑拨离间，不许发火。妈的，我一看你就不顺眼。呸！把他们全都给我带回营区。是是。走走，老实点，别动了。他们的人全都下来了。这个千户镇不住，你看着。三娘，给老子探牛。悬赏咱1000两，这沓银票每张都是1000两。我这人呢，最通人情了。不过这几天呢，边关有事，鸟都飞不过去。你们在客栈再多住几天，等边关一开了，我先放你们过去。谢谢大人。你们动什么？快走！周淮安不见了。陆小川。好像来过。喂，有货到。嘿，瞅你，我就破你妈的皮，我瞅你妈的紧。啊！哎呦，我好死好死！好家伙，我的妈呀！打不了，打死！哎呀，吓死我了！吓死了！我告诉你，哎呀！你望我这么久，还是第一次。当家的，走。他从通道下来。你从通道下来，才肯这样望我。干脆我打通所有的通道，让你望我一辈子。哼！你在这条道上不是一天了，你该知道我想要什么。你也知道我想要什么。我给你1000两银子，每一条出关的密道。1000两？要1000两，我就不用在那画上点。这么说你不要钱？当然要了，老娘钱也要，人也要啊。吓着你了吧？英雄美人，千古风流，这么美的东西，哪个男人不想要啊？不过我也有个条件，我要拜堂成亲。怎么，也吓着你了？哼，拜你个爹呀！一个晚上拜个屁呀！我男子汉大丈夫，明人不做暗事。你我一夜风流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强奸民女呢。成亲就成亲，这个作聘礼还给我。哇，再往下摸就摸着了，再往下摸，拜堂就省了嘛。来呀！好，等洞房我再来拿。禀诸公，我们快到龙门了。干嘛要拜堂成亲？金镶玉的密道是出关的唯一途径。哼，
是你才信他的鬼话呢，我可不信这个贼婆娘。我能跟你们称兄弟，为什么不能相信他呢？龙门客栈是一个交换利益的地方，他能在大漠中活着，自然有他的道理。叫东厂老头做主婚人，是让他难以脱身，然后我逼金镶玉，说出密道所在，看到蜡烛放的窗口，你们就把酒杯打碎，一起行动。 莫言带孩子出宁信访，押着金镶玉从密道出关。莫言，官场无义，沙场无情，你明白吗？你瞎说，大丈夫进了洞房还出得来吗？这话说的对啊。别以为我为了一夜风流，会将整盘计划前功尽弃。就照他的意思去做吧。就连秋姑娘也摸不透你。 布置的差不多了，那老头答应了，应该没问题。当然没问题了，只要你们留下不走的话，老头一定肯答应的。哎呀，我怎么能错上婚人呢？不是上台那天一语道破天机，小弟哪有今天这番桃花运呢？啊，受宠若惊，没错没错，他们都没长辈。 你是是啊是啊，德高望重啊！那我就勉为其难了啊！恭喜恭喜啊！各位仁兄，同喜同喜！今天我请大家喝喜酒，一醉方休，同喜同喜啊！大家不要客气啊！哎，你的伙计好像不大高兴啊，说几句贺词吧。家母中年行商，漂泊四方，无妻无子。 想不到今天在这塞外观成全了一对天作佳人，真是三生有幸啊！你们几个发什么愣啊？今天是人家的大喜日子，我们一起来庆贺庆贺，去吧。我说新娘子，别怪我多嘴，好男人可不容易找，一旦找到了。 就一定要留住他。说的对呀，郎才女貌，豺狼配虎豹，天生一对儿啊！哎，说得好，我敬老头一杯。人家大好日子，咱们别喝醉了。哎，大好日子哪能不醉呀？哎，不是咱们的酒不能喝，小心有毒啊！好，我跟你喝。好。 快进新房，别让他们拖延时间。哎呦！我们要闹新房，过得了我这关，就让你们去闹新房。好，来就来。哎，今天是好日子，不宜动刀动枪，我们斗酒。 拿酒来，贾公，喝起来没关系，我们人多。我们人多，喝起来不吃亏。<笑>哎，这两坛掺了水，醉不了，放心喝。喝五碗。你干什么？天下的蜡烛你都点遍了，还装模作样？妆也是依着你装的。我们好好谈谈。你不会是金看不经典吧？ 我等不及了。喂，还有第五碗呢。先把密道告诉我。这么急呀？今天晚上洞房，你有没有带家伙啊？我的笛子呢？
你喝一坛。上来。嗯。小心点啊。姐姐来。走哈。走。我这里有果子给你们吃。啊。谢谢。谢谢。好不好吃啊？啊！今天晚上的月亮好圆呢。姐姐，你说为什么这里的月亮跟我们家乡的月亮不一样？妈妈常说，月是故乡圆，这里月亮没有我们家乡的好看。可是现在我们家乡什么都没有。现在我们在这平安看月亮，上天对我们不错了。我这个地方好吧？当然好了，有大哥请我们吃水果。一起吃。嗯。这位小川，我们来他个人盯人，一个也别让他跑了。出去，提高警觉，小心行事。嗯。啊！想办法送我出去。可以啊，不过今晚不行。这是唯一的机会，我一定要走。我跟你说。进了我的房，可就由不得你喽。我说走就得走。金江宇，你帮我这个忙，回来我一定娶你，咱们互不投钱。哼，你还没占够老娘便宜吗？军就快到了。秋姑娘，这不是水，是酒啊！别管我，看着上面信号。好像来真的了，我瞧一瞧。哎呀，生死都不知道，就别管那么多了。还算你识相，给我盯紧点。嗯，是，连尿都不准撒。哦，知道。金香玉房中有密道，周厚安今晚会用密道出关。我就知道有诈，他们一个也跑不了。家公，不如我们用计进去看看动静，怎么样？嗯，用计好。哎。密道在哪儿？在我身上。找也不难。试试。掌柜的，开门呐！谁呀？家庭，开门呐！什么事啊？我的伙计受伤了，你有金疮药吗？什么事啊？什么事啊？我有个伙计脑袋受伤了，你不是有金疮药吗？今天是老娘的大好日子，有什么事那么急呀？喂，拿金疮药啊！哎，过来，这边。干嘛呀？看你往哪儿跑！干嘛急着动手呢？过来今晚再说嘛。怕你坏了我的好事，什么意思？我知道周怀安想借你的密道跑出去。
人家出得起价钱，又肯陪老娘，你出得了什么？那你就给我开个价吧。十万两。钱不是问题，只要你肯合作，就都好商量。你交钱，我交人。喂。你可小心人财两空啊。哎呀，哎，您怎么回来了？又上了两个。我告诉你啊，用我的金疮药可得加钱的啊。你跟外面的生意谈妥了？你欠老娘的风流债还没还呢。你跑不了了，你康大哥怎么不喝了？喝呀，来喝你爹的球，我要去撒尿。正好我也憋不住了。你几点下去？吹灯了。哼，狐狸精。大哥，怎么回事啊？幸好不是吹灯啊。早把正事忘了，他妈的。啊，他们是防身的，没事儿没事儿，大家接着喝酒啊！这帮龟孙子早有准备，豪叔要打，来吧！我帮你。这家伙！帅啊！没空。中计，目标是周淮安。不等周淮安了，不等了，我杀出龙门。快起来。啊，周叔叔呢？别问了，快。你别再缠着我。不是点不着你这个蜡烛。跟上他们。我让你跑。金香玉，你是东城的走狗。
姐，我在这儿。你跑呢？姐姐，不用怕，姐姐带你们走。惊疮药。多少风雨，我们俩都能死里逃生。时势所逼，人事无常，谁能料到你我是否能一起顶过这最后一关？莫言，怀安，我不敢怀疑你。那笛子，我无心送给金镶玉，真是没想到令你常不安。还好能向你解释。人说乱世莫诉儿女情，其实乱世儿女情更深。笛子再也找不回来了。身外之物，莫过于此刻之情。去你的！财迷鬼，你怎么还不走？这客栈是我的，凭什么要我走？对了，我忘了你跟这沙漠一样，无情无义啊！你们也是这沙漠的一份子，只顾着想自己，有没有想过别人？所以你开黑店？你们这些过客，达到目的就走，我们都一样。无情无义。边哥都吩咐了。哎呀，这般无情无义的混蛋，等老娘打完了这班艳女之后再找他们算账。你回来干什么？舍不得走啊？想不到最后留在我身边的竟然是个打字。
不宜出发，用密道离开客栈，快走。你的笛子，别人施舍的东西我不要。禀督公，我们已经包围了龙门客栈。莫言，你先下去。追进鬼门关吧！我挡着他。且还有谁敢动我的江山？我们是同一阵线，你才是不明作战，王八蛋，都罚你！来呀，燕女！
天王爷。我最大，这条黄泉路是你们自找的。你会再回龙门客栈吗？当下一批客人来到的时候，你可能已经忘记我这个过客了。我不像你有勇气面对这个沙漠，我出关了。这儿，这儿。
我们离开这个无情无义的地方。走，去找周怀安。